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气色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这一次花样鱼绒新品发布会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东方女性的代表花西子品牌大使、好气色美学家吴谨言来到了现场，跟大家分享属于东方女性的好气色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谨言，欢迎。Hello， 谨言，请跟大家打声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谨言。Wow. 我很开心今天作为花西子品牌大使，还有好气色美学家来参加今天花西子新品发布会。哇、wow, ，我们再一次掌声送给谨言。云想衣裳花想容啊，谨言今天真是太美了。这一次带着我们好气色美学家这样的身份。那想必谨言对气色之美也是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见解，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嗯，气色之美，我很喜欢这个词儿。嗯，就像这次全新的系列叫做好气色系列一样。是的，嗯，对。然后我个人认为，好气色、气色之美不仅是外在的美，它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健康美。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气色美，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内外兼修，那就是悦己自在的一种状态。哎，是的，对。而且大家以前不都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吗？我觉得现在都是说气色好的女孩运气一般都不会太差哟。哇，听到了吗？大家说的就是你哦。那我想问谨言啊，你是平时怎么样保持好气色的呢？嗯，因为现在我不是在剧组拍戏嘛，其实从早到晚，那个对于妆的要求很高，是的，也很想在镜头面前都保持自己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压力也蛮大的。然后这次呢，刚好收到了花西子的新品，就是花样玉容系列，然后上脸一试就觉得非常非常好用，而且这次它刚好又叫好气色系列。嗯，听到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想上脸试一试，在自己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好气色的状态？啊，对，是不是有些心动了？嗯，哦，那最近谨言试用下来，觉得感受是怎么样的？我第一时间就先推荐给了我剧组的化妆师，我说你每天给我上妆就用它。真的很好用。是的，然后上脸了以后大家都种草了。嗯，不愧是我们的好气色美学家，真的一直在种草啊。嗯，那这个系列里谨言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产品呢？嗯，就是这次主打的好气色的气垫还有它的蜜粉饼。嗯，大家在一起用真的很绝。哇，对，因为它那个气垫，它那个粉质，首先它遮瑕很好。嗯，因为为什么要在戏里用呢？就是基本上高清拍出来毛孔啊，还有皮肤上的瑕疵，基本上就都没有了。轻薄但又遮瑕，对不对？对。然后带妆一天呢，它里面有养肤成分，就用上去又很放心，然后整个妆感又很自然。同时再搭配它的那个蜜粉饼，蜜粉饼它又粉质很细很细，就是薄薄的一层，然后就整体的搭配。感觉妆感出来就是很自然很服帖，然后整体的皮肤感觉也非常的舒服。对，我今天其实用的也是就放在包里随时补妆，很便携。嗯，对不对？对。那这次其实我们上新的好气色蜜粉饼有好几个色号。谨言，你是比较喜欢用哪个颜色呢？之前用的多的是紫色，然后现在因为夏天嘛，然后皮肤会，因为我在福建拍戏还很热，然后皮肤就会泛红，我就选择它绿色的那款。嗯，绿色那款刚好可以调整自己发红的肤色。嗯，修肤色修泛红。对 对, 对，就选择的是那款。嗯，然后我们新系列的蜜粉饼呢，就像刚刚谨言说了，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嗯，而且上妆是不是也很清透？对，然后我还有它的包装也是非常的好看，它是那种六边形的那种盒子。嗯，哦，就像六边形战士一样的那种盒子。哇，我很喜欢。你想要的妆效它都有。今天刚刚有夸到我们的新品像多边形战士，其实我们觉得你也是，像舞蹈啊、话剧啊、演戏啊，你一直都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哇，你真的也是六边形战士，真的很棒。谢谢，我也是希望自己在每个阶段都能够不断去学习，不断成长。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也跟其实跟产品是一样的。是的，它是需要时间的，它是需要时间不停地去更新，不停地去改变。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不断地去突破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一些未知，然后去发现自己更多全新的可能。哇，说得太美了。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努力打磨出更好的产品，也能帮助更多的女性解决化妆中的问题。那最后了，谨言还有没有什么祝福想要送给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以及直播间的各位伙伴们的呢？希望大家都能拥有自己的气色之美，都能得到自己的好气色。我觉得是一种不仅是外表上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更是内心一种愉悦的一种心态吧，一种积极的心态。不管面对生活呀、工作上的一些困难和一些挑战，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好气色和一种气色之美的状态。哇，好气色，从容面对。谢谢谨言的祝福。那我们也感谢谨言和花养玉容系列给我们带来这样美的享受，也希望在未来谨言能够继续光芒万丈，为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好，谢谢谨言。谢谢。好，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谨言。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的重磅时刻，花西子花养玉容系列新品启动仪式。那全场呢，请相信你最热情的掌声，让我们有请花西子品牌联合创始人菲曼，有请。有请花西子品牌形象代言人杜鹃，有请。再次有请花西子品牌大使、好气色美学家吴谨言，欢迎。有请花西子品牌挚友、好气色守护官陈少熙，欢迎。有请花西子品牌彩妆顾问卜可文老师，欢迎。好，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继续欢迎花西子明星推荐官朱子潇，欢迎子潇。好的，欢迎各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邀请六位嘉宾呢移步至我们的舞台前方，来走到我们的能量柱前，能量柱后。好的，很谦让啊。好，布老师来到这边。哇，大家请把手放在我们的能量柱上，为我们注入东方好气色吧。那也邀请全场的嘉宾和线上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好不好？一起，3、2、1，哇哦！恭喜花养玉容系列全新上市，哇！哇，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惊喜啊！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花养好气色，雅韵东方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谢谢，请各位入席休息，谢谢。好的，感谢各位嘉宾，这边也可以慢一点，注意脚下。今天大家真的是太帅太美了，慢一点，注意脚下。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谢谢。